各位同我检阅首都军警狗皮拉得了。哎，乐意同我走一走，你们辛苦了。恩伯，总统，你接受了金湖航警备司令部总司令的任命，统一指挥苏浙皖以及江西东部地区军事，长江防务，首都委屈，多要仰仗你了。我当竭尽全力，不负总统信任。本来我应当和你一起，和前方将士一起，同敌人厮拼到底。看来我不得不离开南京，离开我亲手创建的首都，不得不离开先总理陵墓之所在地了。当年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，有江西精兵启门，四面受点，万分危险，所有的幕僚都劝他撤退。他说此去一步一无思索，他把自己的一柄利剑悬挂帐前，以示决心啊。如果南京有一天陷落，我只应以身殉职，死在中华门城楼下，才可上报总理，下对国民。你们以为此时此刻我必定悲伤不堪吗？以为我必定有说不出的遗憾吗？不，我内心是不堪忍受的，是我死去死无葬身之所啊。